我赌100个海螺，母鸡十里面。我走最后一个，我就要赚你这100个海螺。跟着我一，跟我跟着我一步就不走啊！真的，不是不是不是，不用那个。调那个显示器，不要踩地上那个石板呢，石板是陷阱。你早点说，这帮人都踩一路踩进来了。啊！看着我啊，看着我啊，一路看着我啊，这个地方停，不要往前走了。看见没有？下面是个很大的悬崖，看见没有？啊！我往我头上射，高转。等一下，你在哪了？我看不见你。我拿个火把，看见了吧？好，我看到你了。伽马空格五，我被射飞了，什么东西啊？这怎么往这钩上没法往前移的吗？哦，可以。怎么我移不过来啦？啊？没事，我来叫你，我来叫你。你等你们都过来。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，我过来了。OK， 我我现在在地上还是在天上？你在天上，你在地上，你在地上。好，过来。可以拉过来。一步一步走啊，千万不要走错。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走，一步一步。这个地方用钩爪。这个下面全是蛇啊，不要掉下面。我打了信号弹，我打了信号弹。哦，瞎了。下面都是蛇啊，我看一下。我什么都没看见啊，下面。勾哪里啊？要哦，我看见勾到。我会勾，我会掉下去，不可能勾上面呢。是勾上面啊！这里面有个蜘蛛巢、啊。我把你救回来，把你救回来。OK。好，走，打火把，什么都看不见，我的天！你家怎么有个包啊？巨蟹的包而已。哇！你们看这边，天哪，好帅！你勾哪儿？神他妈看你勾，你勾哪儿？等一下，你干嘛舞啊？等一下，我打火把。干嘛？别往我身上走。你把左边蜘蛛清一下，把人质把左边蜘蛛清一下，我给他们打亮。勾前面的陆地是吧？啊，母鸡，这是我叫你的第一次啊，母鸡。这不算吧？哎，勾房顶还是勾陆地？这有个墙的。我们来围观一下母鸡。哎，勾房子还是勾？什么情况啊？陆地。勾上面。你刚刚不是这么说的呀？这是我叫你的第一次啊，你记住。你刚刚不是说勾上面的呀？你刚不是勾下面吗？跳，按空格跳。怎么解这个钩？怎么解这个钩？我能被网住啊 ！X， 我能被网住啊！我也被网住了。我被网住了。我的裤子都坏了，妈的，知道？正常。我 X 怎么收不回来呀？哎，什么东西啊？看不懂啊 ！X 收不回来吗？对啊。按 X。我 X 调成近战。哎，我看一下我的按键是怎么弄。那你调，我们往前走，看好啊，走。这个地方是可以一路走过去的，母鸡要不要挑战一下？你走。非常简单嘛。我来准备救一下母。可以用钩爪更方便。你开玩笑啊你！我掉下去不可能。这怎么可能掉下去啊？小一些呢？他在后面调那个他的剑，那我们等一下他吧。我在前面看到我在前面看到一只狼，可以要打吗？来照亮一下前方。狼是别人的。啊，这是别人训的，406。我因为给你买了方舟，我下次都不能买游戏了。这么惨的吧？啊，博士。直接往前走就行了吗？你已经这么惨了，博士。勾我头上，勾头上。你人呢？对。拉过来，然后按 X。OK， 就进来。悬崖边上。母鸡记好，这刚刚是第一次啊。呵呵。枪狼。走吧。有怪了。就一路打过去就可以了。泰坦巨蟒。32级巨蟒。把这怪都清一下，很多怪。哦。想当年我第一次见到这个泰坦巨蟒的时候，这种怪就用剑砍就可以了。除了古马路，前面有一片怪，等一下，后面有只蝙蝠，有只蝙蝠。哇！我头盔和鞋子全坏了，好恶心啊！那么贵的东西，你下劲儿乱轰。好，到这个地方注意啊！这个地方如果我救不了的话，你就死了呀。下面捡枪了，先把那个蝙蝠。
可以可以走，先等一下，一步步跟我来，先把蝙蝠射掉。前面有个蝙蝠，看见没有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引过来射掉，他会把你打到悬崖下面去的。往后退点，往后退点。不要被蝙蝠咬中啊！被咬中有几率得瘟疫。然后左边还有个蜘蛛，看见没有？304级的爪子。蜘蛛哦，看见了。这个地方最好是勾啊，这个断桥很容易掉下去，就像我这样勾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好，这是第二次我救你啊！这哎，高速高速，你要 X 干嘛？我没有 X。哎，这好了，我为什么空中会一百海螺没了？我回去接母亲。他自己断的，我没摁，我什么都没摁。我本来我一个钩爪过去，然后自己断掉了，什么意思啊？从不能上复活。我也觉得我被谁弹下去了，我跟你说。好的，看了一下录像，破案了。碧鱼，你这个钩子怎么能勾到我头上的？我就说钩怎么勾有两个字。我就说我没有问题的，我怎么会掉下去？看了一下路上右边他妈一个钩子，我他妈都服了，我靠！也就是说我已经到那边了，为什么会往回呢？因为有个人拿着钩子把我回拉，我操！来，我后面走都在，我看到我还看到我的尸体的光柱在这边，可惜我捡不到你，不好意思，没有谁可以捡。你过来舔一下小圆捡的包。哎呦，哦，传说的剑在他身上。对，没错。行，再把他 RPG 拿一点。含泪舔包，我靠！这是传说剑吧？对，传说剑，我把传说剑拿来。然后他的传说弩也可以拿。传说弩我有。前面是不是断桥对吧？可以直接走过去。RPG 拿一个。嗯，这个地方看你们看我来就可以了。看我来。走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啊！看好啊，这个地方很重要。往前射，射很远。这条可以，这个桥，这个桥可以走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走，射到那个宝箱的下面。看我。我决定最后一个走，你们先走。人质，你快走。你们先走。我要在碧鱼后面走。嗯。射到你看我拿火把，你看上面有个红色宝箱没有？在红色宝箱的下面。这红色宝箱的下面，距离不一定够，你一定要走到前面那个台子那里。感觉好危险啊！感觉好危险啊！不要怂了，没射中是吧？嗯，我在尝试。射我头上这一块。哎，我射到了。OK， 你们过不来的话，我来。你可能要救我一下，你可能要稍微救我一下。哦，这个地方不用救，你下面一样的，把下面怪清一下就可以了，下面蜘蛛清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下一个。那就下一个。射中了吗，碧鱼？碧鱼。哎呀，失败了！哎呀，很准啊！我射哪里啊？射哪里？射我头上那个墙。这发勾的还可以。哎，妈的！啊？你怎么死了？按错了。你掉下去了？我刚从水上出来，然后跳了一下就下去了，尴尬。这！我给你勾到了。我知道我勾到了。这就死了两个吗？这是正常情况。这么惨的呀！然后这边等一下人质吧，刚好把这边宝箱都拿一下。上面红色宝箱，母亲看见没有？好的。上面有个很难受，哪里、啊？我这个哦，我看到。手键空格按了一下，然后就没了。这么恐怖的，这个是你应该是第一滴掉下去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这是被害下去的。说辞就不辣。然后碧鱼，你把旁边的蝙蝠都打了。对啊，旁边蝙蝠有传染病。我在家里复活吧，嗯，因为自己准备一下物资。这个不才也12分钟刷新，怎么上架？我们在这边等待吧，里面还有一个很长。你勾打勾上来呀、啊？哦，对呀、啊，我在想什么？是傻吧？哦，对呀、啊，很有道理。这个里面你们不要掉了岩浆，你们觉得这里面也捡宝箱也很容易掉岩。碧雨，你用你的远程枪把旁边清一下。哎，这红色宝箱里面也太垃圾了吧！我操。什么东西、啊、里面是？一个电缆，一个 RPG 火箭弹。不会那么惨吧？真的旁边还有个红色的，旁边还有个红色的。哇，还真的是，两个蓝图。我打一下蝙蝠。
哇，这宝箱也太水了吧！留下巨大心理阴影。他这个宝箱是不是就相当于外面的红色宝箱啊？这个在就是正常的服务，它比外面的红色宝箱要好很多。嗯，红色光柱要好很多。我发现家里没有多少材料了耶。好垃圾啊 ！C 四控制起爆器，金属标识板蓝图。嗯，那你钩爪过来就可以了。我都服了。了就可以了。我身上还有104发红 RPG 呢。你带火箭炮了吗？等一下啊！我身上筒子有七个。一下有点怪，你开枪打一下吧。怪最好清了，因为他会把你打到岩浆里面去，他有击退的。所以说最好是背对着墙，然后去打怪。捡箱子最重要。什么东西啊？哎呦，也不怎么样，史诗级的长管步枪。传说级的大脚鹿丸284点甲，我靠，这里得爆炸。下一个入口在我这里，我取了活吧。你在哪？还有个宝箱。你在哪呢？我没看到你，在哪？看到我没有？没有活吧？没有。啊？往头抬头，抬头，抬头，抬头。看到了。来了啊、哦！我看到了，看。朝我头上射，你不要射中我了。这谁射的箭呢？哈，好像会卡住。OK， 算了。等一下，不要捡那个宝箱啊！不要捡那宝箱。等一下，看一下，因为我要勾的宝箱哈，勾不中，操！哎，不，宝箱勾不了，别勾，别勾，勾不了，勾不了。这宝箱勾中了吗？你看我勾中了吗？哎呀，没有。不是你们后面。你勾的哪啊？勾中了，但是你上不来，就卡住。哎，按 DRX 取消，就勾我头上。勾头上，勾墙，勾墙，好了吧？哎，你勾我脸上了！别啊！RPG 啊！你他妈这是报复！我没有报复，我就是往那个地方头上射的。别拉了！我就拉，我就摁了两下，真的。你怎么就掉下来了？啊！我真的就摁了两下，我保证。我就摁了两下，真的。然后你就掉下去了。呵呵。好了，必须上一大，必须上一大堆好东西，是不是？一万好东西。755的支持机步枪，凉凉。哎，看我现在过得去吗？那个影响看一下。再往上勾，取消我往上勾，往上。勾得越高越好。现在呢？不用想了，可以了，现在可以哈。可以了。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，家里没铁了。有金物商装啥？那已经倒了三个人次了，我跟你说。家里没铁了。有点难受，这踩点伤。传说剑吃火，还好我出门前放那个东西。我现在母鸡进去吧，进去看一下那个地方，反正现在波子也没刷。嗯。什么？碧玉在我刚才的地上什么意思啊？碧玉的事情可以捡吗？哦，对，我之前好像是摔地里了，没看到岩浆。卡了，武器卡了，完了。哦，还好这个是没看完。我看不到你的事情，你到时候过来的话可以看一下，能不能捡到，能不能捡。我再把十字母，家里还有没有十字母？做一个嘛，我房间里有那个。没铁了。我房间里有那个什么？哎呦，古马路。啊，摔跤！与阿姆西家里抄家伙。什么？去我家里抄家伙？我砍了他一刀，我的耐度爆掉！天哪！没蝙蝠，哇，他枪都没了，我的。我从他身上捡了把枪。啊，对，我的那个枪没了。然后这个地方很容易死的啊，很容易死的。怎么走？要勾那个铁矿，神器后面有个铁矿，看见没？它后面那个铁矿、啊。神器后面的铁矿。你看我勾一次。啊，我看到了。我操，你这个，我操，这么危险的吗？对你勾神器后面那个铁矿，勾我、这个。是这个吧？对，你上不了，我可以救你，因为我已经过来了。你
哇好恐怖啊！我把这个神器拿来，你捡了就没了呀。等待刷新。好恐怖啊！你做了吗？那个什么？然后我先把你送到安全的位置。做不了。然后在上面看到我高的这个位置没？啊，看到。哇不死已经刷新好了。够我上面，够我上面。对，就这个位置对。好恐怖啊！然后掏出镐子，把那个犬精全部挖了。我哪有镐子嘛？哦，我有。这关我不知道 BOSS 有多强，反正进场就能死90%的人。然后呢？我拿走，你怎么不见了？然后跟着那个不要进来，进来 BOSS 就出发了。反正我身上就180了。人呢？碧鱼。我只有76嘛。我们去屋子里面拿东西。可以。我们哦个屁哦，是他妈的！我们家的慢。没想你出去接那个碧玉和人质吧？碧玉，你刚刚要是说你要说的不是你勾到我了，你说的是你没勾中，我就 NX 了。我哈哈哈哈哈！碧玉慌的一瞬间，哪会想那么多？你就算慌，你也应该立刻之后手遮十字，然后怼到墙上，这样的话你也掉下去也会再拉上来。是不是？我觉得以你的智商不会把队友勾下去。嗯，对啊，我就摁了两下，想吓一下你。那时候碧玉很生气，然后你就掉下去了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。按了两下，真的，我真的就摁了两下。我保按了两下，我都被勾到那了。我保证就摁了两下。林夏，我都勾到那个断崖中间了。林夏，你过来，你站在那边，我摁两下试试看。然后他那个线又不是硬的，他是软的。不是，我在陆地上呀，你也在陆地上。对，弄好了吗？他那个线又不是硬的，我没勾准，我没勾软呀。哦，哎，一下飞那么远呐！那你赶紧按 X， 赶紧 X。哎，哦，怪不得。我现在知道为什么你会飞出去了，我跟你说。我看一下小云身上，他身上好多火把，还有三个管子。哇，这个光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儿了。嗯，这光闪的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在哪。你先让我出去，让我回去。你先过去吧，你先过去。看不到那个地方在哪，有点难受。OK。可以了吗？嗯，等一下，我要跳上来。OK， 好了。我勾到了吗？勾到了，可以，勾到了，勾到了。OK， 那继续下去没关系。勾到了吗？勾到了，又勾到了。我现在身上十几个管子了。然后呢？怎么做？然后。我看一下啊，我怎么上来？你不用上来，你在下面绕个圈，绕到另外一边来，绕到对面去。嗯，然后看见母鸡没有？不要勾母鸡啊，勾母鸡头上。我警告你们啊！我警告你们，不要吓我！我操！啊，终于到了。然后 X 中，然后、看我这个新研究的舞蹈怎么样？ Okay.然后呢？优不优秀？然后怎么进去了？一定要一起进去啊，不然的话会被关在外面的。来，跟着我。哎，等，等我一下，别跳舞了。走。看着，跟着我一定要跟好走啊，然后不要去碰 BOSS。嗯。OK。走，进来，赶紧进，对，贴右边。哇，走慢点。然后看着上面那个水晶没有？没看到。水晶？哦，看到。不要碰 BOSS 啊。对，先我勾上去，我把上面东西清光。嗯 ，BOSS 马上刷了，马上就要刷了。等一下，好，往上面勾吧，我水晶都被我拆完了。我勾住没有啊？我哪勾啊？这上面没有高处可以勾啊。我先走了，你们别勾我。好的。看见我头上没有？看到头上没有？看到。我勾住了，我需要救一下。等一下，是不是卡了呀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我上来了。我需要救一下。我看你这个地方怎么救啊？
你们谁举个火把？哦，我等一下，我来丢火把。嗯。小野先死了。被泰坦巨蟒所击杀。还好把上伤好。按空格跳，按空格跳，按空格跳。还好把上面东西拿下来。算了。OK， 好了。真的是不容易哦。OK， 好了。我看一下我刷了多少级的。40级还好。在哪呢？就左边。我操，你们看得见吗？别挤我啊！碧玉，我警告你啊！嗯，看碧玉就怕我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然后这个东西怎么打呢？就是，等一下，我把 RPG 分一点出来给你们。我只有三 RPG 不够。我只有一个，我有一个都没有啊。火把是的吧？是的吧？火把，哪一个火把？怎么？我捡了一个，然后。我也是，一人至少两个吧，至少两个。我材料紧缺，差不多够了。腐烂国都被屏蔽了啊，跟不了那个时候。一人捡一个 ，OK。OK 好。三国还没出呢，春季才出。然后，你们现在有多少 RPG？ 看自己看一下，还有多少子弹？25、19。你几个 RPG 桶呢？一个，就一个。一个只能射十发呀。一个用完了，我等下再分你们。然后这个我们就是说靠近这个不要砸地板的。他这个 RPG 范围很大，砸到地板旁边人都要倒霉。嗯，我和你们离得远点。哦，然后是跳起来对着他轰，然后他每次举手要投石头的时候，你就往后躲着。啊，好的。然后把他石头躲掉就可以了，就是蛮简单的。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一个轰比较好。母亲你来轰吧，你先轰第一发吧。他，我先看一下是哪个东西。先躲一躲。是这个东西吗？我们躲一躲。这个东西好像是我下坠的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但他一般的话，这个距离很小。先轰第一发吧。年第一炮，打中了吧 ？OK， 打中了。我这么大个儿吗？哎，往后退。退。OK。省着点啊！好，他在我们下面了。哎呀，这时候要在边缘跳起来。我操，这个烟花。他人呢？他在下面，他在我下面。我去！我都不敢，我都不舍得射他。这个。你这是指自己人轰的吗？我这儿轰不到哎，他就在我下面，我的天！那你们轰吧，你们轰那个角度轰，我这儿轰不到啊。真实号了，这个角度。哇，我一轰他就跑是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真的是我一轰就跑。我眼睛都要瞎了，我跟你说，为什么那么彩色呀？全装了皮。你为什么要那么花里胡哨的？对呀、啊。我以为一个人就差不多了，结果全是烟花纹。过年，哎，我给自己来了一发，我操，舒服啊，果然是过年，不能让他一个人过。这谁还轰到头了呀？62，鸡。涨了两点，我这轰到自己了吗？还是什么？但是我没掉血啊！我不轰了，我这地方很容易，他就在我脚底下，很烦的。我们这个角度视野，对哦，他就在我脚底下，说着我就给自己来了一炮。哎，混沌桶爆了！等一下，我再给你一个。我的也爆了，说明我们射击的频率是一样的。地上。哎，没有了那个彩色的就好看了很多，就舒服了很多，好看了很多。我、哦、死了，我杀了他。OK， 然后是最刺激的时候来了。怎么捡他东西啊？对，就是捡尸体，最刺激的时候。母鸡要不要来？什么意思？说说原理。就是用钩爪，钩这个他后面那个墙。
啊，然后呢？然后在空中，在空中停到他身上，不要空。都好了，不用了。什么东西啊？我不是你为什么？你怎么一直跳下去？算了，我去捡吧。我捡不对，那个人质，等一下，我再捡。你去捡，你捡完之后，我把它。完了，传说剑没了，我操！我刚刚跳下去的时候，我就感觉不对，你知道吧？有什么东西撞了我一下，我掏出弩来，没来不及了。谢。赶紧过来！那人质，你过来，人质。我再过来。我回家了，太痛苦了，太痛苦了。啊。然后你往那上面勾，嗯，然后哎，我往上面，我先给你点东西，我来捡箱子捡的东西给你。哎，人质，你有稿子吗？啊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是需要拉到中间去，然后那个在空中停下来吗？不是停下来，那是就是相当于这也可以说在空中停下来。他这个台子上有个地方可以停。啊，然后不要挖他尸体啊，你把东西截图发到群里边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因为之前的话我死了嘛，大家都没看到那些东西，就是我们打这波熔岩巨人拿到什么东西啊，看一下。传说尾池鸟鞍啊，传说兽皮，怎么传说兽皮区，传说制式狙击步枪358的，然后传说剑，基础是248，做出来我不知道能做多少，你做一个，人这里做一个。铁够吗？应该不够，我带我去弄吧。然后的话呢是史诗的吉利服裤子，180多的传说的南方巨兽龙鞍，哇，这个有点修的呀，啊不对，130多。传说吉利胸甲，史诗吉利胸甲，这些都是你们拖下来的吧？传说复合弓的这个图纸640的，一随便一做就是755。然后传说弓箭啊，这也能弄成755。然后史诗孔雄鞍。传说无齿翼龙鞍，只是157的，比我之前那个好。传说信尾兽鞍，2个。传说木棒，传说毛皮护腿，传说毛皮鞋，传说信仔枪，又有传说信仔枪了，还可以。传说木马象鞍，传说肿头龙鞍，优秀肿头龙鞍，传说蛇颈龙平台鞍，传说蜘蛛鞍，史诗盾牌，这个不需要丢了。传说长管步枪。哇，这个衣服有点秀了呀！哇，这个传说防弹胸甲700多，我进去死的那一件，就刚进去穿那一件，制作完成之后也就是600多，这个还没做就700多，那岂不能做出1000多了？天哪！传说防暴靴，哇！但是它不是蓝图，可惜。传说雷龙平台，史诗雷龙平台，史诗霸王龙鞍，可以，虽然只有92个甲。然后还有一个传说的封神翼龙平台，这就是我们打那个熔岩巨人获得的这个东西啊。如果在你明亮的世界里面，我只是阴影；如果在你轻柔的嘴角眉间装满了风雨，原谅我实在没有这个勇气对你说一句，我只想和你永远在。